收你今晚好，又窝咗乌回冲，又喺呢度系啦，又喺呢度 LV Plaza 唔系 LV Plaza 个基爽阿曼连先啱啦，但我已经叫咗做 LV Plaza， 因为咧佢主要咧 ，Hello 你好，十万你级你好吓，有朋友同我打招呼啊，咁因为呢个变咗一个 LV 嘅总部啊，咁今日又嚟呢度做咩？系啊，解剖外星人啊嘛，逐啲去拍啊嘛，嗱，之前介绍过佢嗰个嘅LV 嘅咖啡店啊，同埋嗰個展覽館啦，又再之前介紹過去嗰個 LV 嘅餐廳，跟住又介紹埋 Cooper 咧。其實仲有咩好介紹啊？哈，你真係有所不知啊！呢個係 LV Plaza 啊，咁已經係開咗。咁究竟同以前有咩唔同咧？同埋之前曾經拍過條片話，喂，呢度會唔會麥當勞翻嚟啊？或者有 Starbucks 啊？或者有哪樣啊？咁究竟真相如何咧？嗱，而家咧都叫做塵埃落定啦，基本上咧。都已經係好多嘅店鋪都已經開咗，咁所以喎，咁我諗都可以嚟 update 話俾大家聽，究竟現時咧嘅情況係點樣，同埋豬仔啊、林真香有冇得翻嚟啊？咁馬上同大家解剖外星人，每樣解剖啲睇啲啦。咁首先睇地下呢一層先，首先睇睇呢度地下嘅右手邊，之前講過啦，呢度就係麥當勞嘅所在，而家雕空咗，裝修緊，究竟會係咩呢？問過啦。一定不會是麥當勞啊，當然是啲高級嘢啦。咁之後啦，左手邊就是一位難求嘅 LV Cafe， 到今時今日仲係好多人排隊執死雞啊！我個 booking 咧就4月19先可以入去食，但據聞啊，你就算買外賣都要排隊喎，哇，真係厲害啦！好，跟住呢一邊啦，呢間新開嘅。法國的香水專門店，然後左手邊咧就係睇個展覽啦，係免費入場噶，不過咧要網上預訂噃，要預約先啱。嗱，跟住咧就係入去裡面啦。咁呢度咧同我之前曾經拍過嘅都係差唔多，不過咧就叫做多咗啲檔口，係咯，稱之為檔口啦。嗱，現場係咁樣嘅，都宏偉嘅噃。跟住我又係唔知點解呢間咧食甜品咧好好生意喎，多次經過咧都坐滿人咁滯。咁你話嗰啲係 food blogger 免費請你嚟食嘅啫，都開咗咁耐啦，仲請得咁多？喂，通街都係 food blogger， 唔係啊嘛？嗱，呢間又係坐滿人，次次經過坐滿人嘅喎，有幾好食咧？真係要嚟食下先得啦。跟住地下嗰層咧，剛才講過啦，有對檔口啊，有咩檔口咧？賣嘅講係啲咩咧？即係啲本地時裝設計師或者一啲嘅精品設計師嘅產品啦。有部分衫嘅設計似乎有點而走成人格調冇計，因為呢個商場當年開時候咧，有好多有錢嘅商户咧就買咗一啲嘅鋪位啊，咁譬如一啲嘅較為成熟嘅衣著咧，喂，嗰間公司係做嗰啲就嗰啲噶，冇得趕人走，冇得夾硬逼人噶嘛，你冇理由將條牛仔褲變咗做西褲噶嘛，咁佢哋以前係賣嗰啲，而家都係改良少少啦，咁解。咁所以有部分嘅鋪頭或者檔口其實嚟自以前嘅鋪頭，只不過就叫做加多少少新意思咁解啦。咁嗰啲係當年買落嘅鋪位，你冇得趕佢走啊，冇得逼遷佢啊。不過幸好一啲嘅喇叭店啊冇出現咯，係啦，可能已經係請走咗佢啦，賣音響喇叭嗰啲。咁呢度咧亦都。有一間本地時裝設計師的泳衣店啊 ，The Edition 有眼鏡鋪，喂 ，Villa Market 都有喎，係啊 ，Villa Market 即將會喺度開啊，一個超市啊，係啊，即將會有啊，超市啊，咁呢啲房係咩嚟㗎？呢啲房咪試身室咯，咁你睇下啦，呢度沿途有咁多呢啲。靚衫咁，大佬啲阿太去要換衫，咁唔通走去廁所換咩？咁於是有個較為高級同埋尊貴嘅更衣室，俾大家入去試衫啦。前面仲有一間越南餐廳，竟然係越南餐廳喺呢度開嘅。
呢啲嘅衣服咧，大多數以女裝為主啦，亦都有啲嘅飾物咧就與我無關啦，所以我就係輕輕賴過。整體上咧都叫做幾有品味啊，同之前咧個格局係完全唔同，俾人感覺高級咗好多。外面空溜溜嘅，估計遲啲會有一個展銷嘅地方咯。跟住上樓上，樓上二樓依然咧，亦都有一啲嘅檔口，有啲鋪頭。頭先行咗一轉咧，呢啲檔口所賣嘅嘢咧，都係本地時裝設計師或者精品設計師嘅作品咧。咁會唔會有點而高不可攀呢？咁就見仁見智啦。聽乜？你有貓喎，幾得意喎！啲貓好 Q 仔噃，哇，仲有榴蓮添噃，真可愛啦！咦，著對襪有榴蓮，咁一定會有榴蓮味啦。你點知啊？著耐咗一定會有臭味，臭味對於某啲人嚟講咪榴蓮味咯。呢啲一睇就即係泰國設計、泰國製造。咦、哎？哇！夠 Q 仔噃，夠 Q 仔噃。跟住仲有個咖啡地帶，等大家坐喺度飲下咖啡，傾下偈。How to order？ 咦，啲咖啡造型設計都幾得意喎，唔係喎，有 mocktail 添噃，仲有茶添噃。好，一陣間坐低飲杯嘢先得，行到口乾啊！繼續睇呢啲嘅鋪仔、檔口仔。其實呢度埋邊咧有間做健身嘅地方，而佢好似係嚟自香港。最初我影佢嗰陣咧，見到有啲佢哋香港嘅員工走嚟喺度傾偈，我仲偷聽佢講咩添。佢話：啊，算啦。咦，仲有呢啲嘅音響、手提唱機啊，又有黑膠碟，係啊，而家黑膠碟翻山啊。咦，終於見到呢啲靚靚嘅晚裝啦！又是泰國設計的時裝，見到豬啊，豬啊，不是林新香的豬啊，虎啊，虎即是豬啊，亦都是泰國的時裝品牌嚟嘅。喺呢度亦都有嘅檔口，係啦，係檔口，也有呢、這、一個，咦，幾潮喎，有啲熱睡衣 feel， 但係好咯，做人一樣噶嘛。半夢半醒是最好的，不要太清醒，太清醒看真的那些東西就會不開心的。那些是還未開的，應該就是一些按摩 SPA 地方。好啦，跟住又上樓上，不要上樓上之前再看看這一層先，這一層未講完，是真的那麼快掛著上樓上。值得一提，一會兒先給大家呢度嘅廁所，大家一定要去。整個泰國曼谷最正嘅廁所就係呢度。啊，唔係應該係 Terminal 廿一最正。呢度咧都 OK。點解咁講啊？泰國曼谷所有嘅商場 ，Anthophilia 或者 Icon CM， 又或者係 Icon CM 都好咧，佢哋係冇得幫你洗攞油嘅，係啊冇嗰條喉嘅，咁係得呢個 Terminal 廿一咧就有呢一個嘅即係電子馬桶係洗攞油啦。咁其他嗰啲係冇嘅嚇，咁但係呢個廁所咧，我用過啦嗰日，係有一條喉可以俾洗攞油嘅，都可以令你更加乾乾淨淨啦，所以一定要試一下。呢度就係越做越大、越做越好嘅 Even Boy， 買一啲較為平價嘅化妝品，
而家基本上各大商場都有嘅蹤影噶啦。哇！今日幾多貴婦喺度影相？仲拍得咁開心添。嗱，呢個 Pink Killer 咧，亦都係泰國時裝設計師嘅作品嚟嘅。我有部分衫都係嚟自佢嘅，喺度都係佢自己嘅店鋪。啊，呢啲啱我啊，我中意呢啲恤衫。跟住啦，出翻去就會見到大家聞名已久嘅呢個 LV Cafe。要嚟 LV Cafe， 首先要進入 LV 嘅店鋪。喺 LV 店鋪裏面就會見到 LV Cafe， 冇錯啦。呢度就係 LV 店鋪，你入咗去轉左咧就係 LV 呢一個嘅啊，唔係咖啡，講錯咗 ，LV 嘅餐廳。入到去轉左就係 LV 嘅餐廳啦。佢部分嘅貨色咧，其他嘅 LV 店係冇嘅，係呢度先有。香港有冇我唔知道，但係泰國嚟講，聲稱即係呢度先有啊。咁呢度都仲有兩間飲茶嘅地方啊，同埋飲咖啡嘅地方啊。咁前面咧就即將會係一間日式嘅茶店啦。咁跟住啦，行翻出嚟咧就係 BTS 啦，嗰度就係 BTS 七龍站啦。跟住然之後行 Skywalk 過去就係 Central 嗰邊咯噃。好啦，跟住上樓上咯噃。泰國係唔會歧視人嘅。你去呢個 LV 買嘢，著短褲拖鞋都冇問題，啲侍應唔會睇小你。你咪話泰國好多有錢人都係短褲拖鞋出街㗎。好啦，上到嚟，咦，係咪有點似個 K11 嘅 feel 咧？真係有少少似噃，同埋有點熱天。呢一個地帶會有冷氣。咦，究竟呢個係咩地方呢？可以俾大家呢邊。康雅閒係啦，因為餐廳嚟嘅，應該就係、是、哦飲嘢嘅地方嚟嘅。原來哇，仲有出邊呢一 part 喎？咦？呢度係沒有冷氣，只有風扇，但係個 view 同個 feel 就好正喎。新發現喎，其實解剖外星人可以斬多一集嚟講都得喎，算啦，唔好咁衰啦，留翻啲空間俾其他 YouTuber 啦，你乜叉都試曬講曬。咦，前面 Fat Boy 應該有好嘢食，呢度其實個酒吧，應該晚上咧有嘢飲嘅。然之後前面有位，咦，咁係時候睇下我樣咯喎，冇錯啦，嗱，行翻出嚟咧就係呢個位咧。可以俾你攤頭有嘢飲，有嘢食，有酒飲，即係話咧晚上嚟呢度咧係一個新蒲點，可以飲酒、聽歌、傾偈、泡樓 ，OK， 環境都得喎。不過我嫌佢冇冷氣嗰個就大鑊啲，冇冷氣之餘，如果遲啲雨季咁呢度就係啦嚇，唯有坐入邊啦。呢、這個都算係新發現噃嚇。環境都真係幾唔錯，幾唔錯，亦都好有呢個 K11 feel。呢度嘅名字正是一條友去到人哋鋪頭裏面打橫行，影嚟影去唔幫襯，點得㗎？所以點都要喺度食翻個 lunch， 冇錯啦。呢個 lunch 價錢都唔貴啊，400匹左右，有杯唔係凍檸茶，雖然裏面有片檸檬同埋橙，係做一個凍嘅烏龍茶，有個沙律咧。亦都有飯或者蒜蓉俾你揀喎，呢個就係青豆豬扒啦，價值400匹左右。This is my lunch， 係啦，我就喺度食個簡單的午餐。呢一個青豆豬扒咧，等待嘅時間耐咗少少，咁即係話佢應該唔係叮叮嘢啦。如果叮叮嘢就嘣即刻叮咗俾你啦，咁樣。咁即係話有廚房有人住俾你嘅，咁你個環境都 OK。咁雖然頭先行過咧就沒有冷氣，咁但係呢度咧就有冷氣，兼且都有風扇。外邊咧個景色都宜人嘅咁，喺咁靚嘅環境之下，食個青豆
豬扒。又幾好食喎，佢咁出乎意料地好食喎，最緊要價錢唔貴，同埋呢度除咗嘢食之外咧，亦都有大量嘅飲品俾你選擇。好話唔好聽咧，即係你唔介意俾多一點點，俾多少少，當然啦，即係比較下面嗰啲嘅餐廳咖啡店呢度係貴咗啲多，但係都不至於超離地嘅。我喺度飲杯嘢，傾下偈。吃下嘢，同埋上下網，都係一件上心樂事嚟噶。食飽飽咧，就上樓上嗰層睇下。樓上嗰層咧，其實咧屬於私人派對嘅，不過上去影相打卡咧都冇問題嘅。佢都可以俾大家上去望下睇下。哇，上到直頭有呢個 K11 嘅感覺啊！係咪同一個 designer 嚟噶？好靚噃，不過都真係仲有少少熱咯。回头一望，睇翻呢边，哇！真系好 K11 呢句说话讲咗三次啦，胡生。系啊，重要嘅事情要讲三次啊，真系靓，好靓啊！跟住喺呢间餐厅行翻出去，对面就正正系 Cooper， 冇错啦 ，Cooper 就喺前边啦。嗱，出翻嚟呢度就有冷气，所以其实冇冷气真系几大镬噶。咁佢可能配合翻佢自己嘅主題咧，可能有啲環保嘅感覺啦，所以咧就拒絕用冷氣。OK， 唔緊要，對於我嚟講就影咗當食咗啦嚇。OK，Cooper 而家拍嘅時候就仲未開，27號就會開啦。究竟 Cooper 有咩好食啊？好唔好食？我之前條片咪講咗咯。等於嗰日有網民話：你要介紹 LV 餐廳啊？咪哥，我已經洗咗。幾萬匹食咗啦，但你冇睇我條片，真係慘啊！拍咗出咗冇人知道。嗱，呢個就係 Cooper 啦，想知裏面係點，睇翻我啲片。跟住亦都有一啲嘅精品發售啦，呢一層樓。但係我會覺得有少少曲高和寡，不過可能呢係我自己嘅品味問題啦。呢啲係高級少少嘅精品家品啦。呢一層咧，主要賣嘅家品同精品咧，都係泰國製造嘅。咦，咁呢個牆同泰國都有關係喎，梗係啦，個牆喺泰國嚟噶嘛，唔通同英國有關係咩？跟住啦，前面有間靚靚嘅 salon 整頭髮嘅，呢度就唔睇啦，再睇就睇樓上啦。嗱，整體上咧呢度好似好唔貼地。同埋好高級咁樣，但係整個商場可以更加貼地同埋平民化嘅地方就喺上面啦。Even 之前疫情當中，又或者整個商場關咗裝修當中都好啦，咁呢度上面咧都冇關到嘅喎，係一個幾靚嘅 food court， 亦都聲稱有好多 street food 街頭美食喺度發售咁話。嗱，呢個位之前曾經嚟。影過的佢未有耐搞掂，已經快贏一步。你想達到嚟影過，不過 so what？ 係啦，四樓啦，呢度啦，有冇裝修過呢？係有嘅，係曾經裝修過嘅。咁價錢會唔會離地啊？嗱，你見啦，台台都係泰國人咁滯，價錢離極有個譜啦。而且都真係多嘢食嘅，究竟有咩食，賣幾多錢，我就好唔負責任地唔講俾大家聽啦。總言之，唔係貴嘢啦，個個泰國人坐喺度食，貴極有個譜。好似呢啲咁，仲只係得泰文嘅添，起碼食得舒服，食得乾淨，同埋咧亦都係方便易嚟啦。哇，仲有扒食添噃，有 set A，
石屎。真係多嘢食喎，怪唔知得一路以嚟佢都屹立不倒啦。地方又大，曾幾何時我曾經嚟 review 過呢度，以往有兩個 food court， 係啦，好奇怪地一個地方有兩個 food court， 但係而家就二合一，兩個 food court 變成一個 food court。呢度都曾經係一個 legend 嚟嘅。於是大家嚟到呢個商場，要平有平，要貴有貴，超離地嘅食 LV 餐廳咯，要貼地嘅食呢個 food court 咯，跟住飲翻杯嘢都仲得噃。呢度以往樓上咧有都係補習社，咁而家冇曬啦，亦都有好多賣印度衫嘅鋪頭都冇咗啦。曾幾何時咧，呢仲搞咗個神壇，神壇俾人拜神。但整個 concept 咧係唔 work 嘅，所以咧之後就無疾而終啦。呢個商場之前咧曾經咧都掙扎求存咗好耐，等於我一樣啦。咁慶幸掙扎求存完之後咧，而家就成為城市之光啦，係啦，就成為即係大家必嚟影相打卡嘅地方。你都有今日啦，呢個商場。係啦，就係呢個牆啦。嗱，上面天花板嗰啲位咧係冇執過嘅，唔係係整靚咗，但係冇改過嘅，都係見到望到上面嗰啲嘅陽光啊，同埋呢啲嘅模樣咧，以前都係咁樣，只不過而家咧就叫做執靚咗啲咁解。嗰度仲有空檔喎，我嚟做乜咧？未知啊 ，S&P。S&P 翻翻嚟喎，不過咧就只係賣糕點，就冇餐廳。嗱，以前林真香就喺依層樓嘅，咁都係嗰句，應該唔會翻翻嚟噶啦。好啦，咁呢度過去咧就係、是、另一邊啦。以前咧要有個粗嘅，咁而家粗就。冇啦，嗰個變咗啲咩咧？變咗，咦？又係一個飲嘢傾偈嘅地方，但係冇冷氣。係啊，冇冷氣，只係得風扇啫。咁熱，大家用坐喺度做嘢，開部電腦做嘢，唔係啊嘛？泰國人容忍度真係高啊！冇冷氣，只係得風扇。OK。你好嘢，跟住咯喎，差唔多咯喎，差唔多就落翻去啦。好啦，今日胡慧聰嘅一邊 walk 一邊 talk 告一段落啦，行嘅正是一個機所阿文連帕沙啊，已經冇咗帕沙個字啦 ，sorry 啊，又或者我稱之為 LV 帕沙 ，OK， 咁呢度咧。嘅整體上就係咁樣啦，咁唔知道大家喜唔喜歡咧？喜歡嘅話記得 share 啦、like 啦，訂閱隔埋隔離個啷啷，你就唔會錯過出每一條片啦。咁想更加支持我咧，可以啊去我嗰個嘅 PayPal， 咁就贊助我啦。我嘅 account 就係 wojoo1970@yahoo.com.hk 啊，因為大家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即係非常多謝。睇到呢度都仲睇緊，真係好多謝你啊，多謝曬。